为了帮助普里出生的艺人雷佳娜即将上映的电影做宣传，普里在第7页邀请到特效化妆师与普里的学生一起化身为上师，希望借此让大家关注普里艺人，进而能够在电影上映时来支持普里的女儿，期待能够带动我们的国片，而且也支持这个普里的乖宝贝这个雷佳娜这个漂亮宝贝呢，她能够来演这一出具有挑战的一个恐怖电影。那我想在这个演技或者是整个不管我们期待普里镇产业来大家响应国片的崛起，国片的用心，那我们今天才会带几个学生孩子呢，还有一些产业，我们做了这样彩妆宣传，期待首映当天只要有来普里这个彩妆，那我们就会送上精致的礼物来感谢大家。县议员林芳宇表示，普里好山好水，并且是艺文之都，多年来也培育出许多优秀的演艺人才，这次普里出生的雷佳娜首次登上大荧幕，也希望乡亲们有空能够一起来支持所以说也非常恭喜我们这一个即将上映的这一部片子，是女主角是由我们普里的少女所主演的，希望说大家能够用行动来支持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说普里有这么优秀的这个演艺人员希望在大家的行动支持之下，她可以说是一颗明日之星因为她还是个小女生还在就学当中就有这么优异的表现，我相信她的前途无量。副议长潘一全表示，普里地灵人杰，因此也培育许多优秀的人才。这次雷佳娜首次登上大荧幕，希望乡亲们能够在上映日来支持普里出身的艺人，进而打出普里的知名度。记者陈威，普里镇采访报道。